接下来又是一首我们非常熟悉的歌曲《男儿当自强》，那么这也是一首非常好的锻炼我们大撮这个技法的乐曲，一起来看一下。先找音，一上来就是我们大撮的技法，在什么位置呢？中指在下加二点的拉上，找到了。大指在下加一点的拉上，好，一起构成大撮。接下来是都挨着走就可以了啊。好，大家在下面花点时间啊，把每一个音都找到位了。好，我们继续往下进行，主要还有一个拍子的问题，请大家准确。拉二，哆二，拉哆，拉嗦拉，三，四，二，二。三、四，拉二，哆二，拉哆嗦拉三、四，二，二，三、四，咪二，二，二，嗦。二，咪二，一个位置，二、三、四，三、四，三、四。注意长度，三四二二三四，好。其实主要是数拍子啊，那我希望大家还是要耐心，因为如果你着急了，首先整个乐曲节奏是不稳定的，破坏了它的整体性。其次呢，我们抢拍子的话，我们就很难跟我们的伴奏能够合上了。所以虽然现在是空着的，但是在你们空拍的地方会有丰满的这个伴奏部分。啊，所以练习的时候一定要很稳定的，非常耐心的把所有的拍子都数全了。好，一起来打着拍子唱一遍我们的节奏，准备，拉，准备这个啊，预备起，拉二，哆二，拉哆拉嗦拉二三四，二二三四。拉二，哆二，拉哆嗦拉，瑞二三四，二二三四，咪二哆二，瑞二嗦二，咪二瑞二，咪二哆二。瑞咪哆瑞拉二，哆瑞拉哆嗦二，空，拉哆瑞哆拉哆嗦二，拉哆嗦二，二二三四，拉哆拉嗦拉二三四。哆瑞哆拉哆嗦二三四，拉哆嗦拉瑞二三四，咪嗦瑞咪拉二三。
四，二二三四，好，一定要耐心准确地完成我们的拍子，这样我们就可以很好的和我们的伴奏结合在一起了。